我是波子，继续我哋嘅波子好劲抽。咁今日咧，我发现咧有一部好搞笑嘅扭蛋机，佢入边全部都系一啲识做瑜伽嘅猫猫狗狗，叫做 Yoga Pets。咁啊 ，Camman 又好中意猫猫狗狗，我又好中意猫猫狗狗。咁究竟我哋扭七只，可以做到几多只咧？会唔会可以凑齐全套咧 ？Camman 二号中意两只发虎。Camman 一号中意白猫，另一个 Camman 咧就中意呢只好似啲助闪嘅狗，我都中意发夫。我子好劲抽，劲抽，劲抽！大家见到啊，中咗第一只，中咗呢只，有啲似 Brownie 嘅狗狗。神来一扭 ，Camman 神来一扭，喂 ，Camman 抽到主角闪狗啊！闪狗，暂时都冇重复啊，非常之好彩啊！暂时都冇重复啊，非常之好彩啊！喂，呢个好难扭啊！哇，重嘢嚟喎！哇，重复啊！噔啊！希望唔会三只都系重复嘅主角啦吓！我要打破自己，唔会重复三次嘅厄运。我唔抽啦，我嘅手臭啊！好大，好硬啊呢个。Camman 真系好幸运，佢一话发虎即刻抽到发虎，仲要系呢只瑜伽嘅发虎。首先咧，而家我哋争一只，同埋猫未出过嘅。未出过。猫未出过一个 Camman， 一二三四，四只未出。猫猫猫猫猫喵！系只发虎啊！我想要嗰只发虎啊！趴喺度用地抹发虎啊！第七只啦，再俾一次机会，系咪都冇猫咧？喵喵喵喵喵喵！结论咧，我哋七只入边咧系中咗四只。都是連續中三隻，有三隻是重複了。而最好笑的是他喜歡貓的 Camman， 我們一隻得幫你抽不到，貓是高傲的嘛，不好明白的。不過也很有興趣，以為是什麼，以為是波波，夠大粒波波，夠大粒波波，不是做瑜伽的狗狗啊，我凡犀利喎，佢瞓觉瞓到似瑜伽咁样。Daddy， 呢只系咪好似你啲？见唔到啊？不笨，不凡平时伸懒腰都会做啊。啊啊！渣老人家，啊顶你啊！你渣老人家，渣你，渣你 ！Camman 挑战。Camman 挑战 ，Oh my god， 咁渣噶，咁渣噶，渣你！哎呀，跟住呢一个咧，佛系助事，就好似我而家嘅心情咁样，抽到咁多重复嘅我，决定要冷静一下。
哎呀，这个姿势很正的，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姿势。你寫啲角度望落嚟，你知依家好笑。唔得俾我，我哋總共抽咗十個，係突破咗三嘅詛咒，係四嘅詛咒，四隻一樣。今集抽咗咁多先，我哋波子，下次有啲更加有趣嘅扭蛋再抽過，希望到時一隻都唔會重複。